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得不选择的一个行业，去干这一行，去维持生计。秒个火龙果，好歹我把这个给你们转了，秒个火龙果啊。我们选择这一行也是因为我们爱吃，因为我们喜欢吃。当时我就来的时候我就说，哎呀，这吃播好啊，这吃播行啊，吃一吃聊着天咱就把钱赚，太好了。而且吃的都是我爱吃的，大肘子大排骨都是我最爱吃。以前我都没有钱的时候，我都真在想撒出水里啊，你撒出水里啊，我老公去水里就能带着我上大村去吃那个大肘子去。怎么啊？啥也别说了，你别看我人啊，去看火龙果。你谢谢啊。哎呀，妈呀，这才正常是吧？就是。